扑通，有人丢水沟。无情工商时间来咯，没错，各位众所期待的屌T来啦。这次呢是只有出黑色的一个款式，那落肩款呢就可以让每一个身材穿起来都非常的好看。胸前的口袋还有胸章的设计总共有三种可以自行的更换。那之后呢我们会陆续的推出更多的 DLC， 有更多不同更可爱的款式可以让大家拥有啦。即日起你现在看到这一分这一秒已经开始预购啦，2021最强的 T 恤限量推出之后再也买不到啦，所以大家赶紧手刀冲刺，影片下方呢会有卖场的连结，大家可以自己点进去就可以购买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买到啦，感谢各位支持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看起来那么多人在等是怎样？我有误会什么事情吗？哈，等我好久了，真假？为什么留言刷那么快？到底是怎样？他怎么车要开了？奇怪，这是什么台？为什么守灵人这么多啊？就在等我，真假？很奇怪呢，这台怎么风气变得很奇怪呢？绿宝来了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绿宝来了？就字面上的意思吗？啊，绿宝叫人来干嘛？为什么绿宝来互相伤害？真假？你说绿宝来让我感受痛苦了？绿宝不是在开台吗？你说绿宝也来一袋米要扛起了？绿宝要扛一个啊？与他没有扛起，还好有跟到。对啊，奇怪，我刚看那个留言刷速度，怎么聊天是这么多人？不是没开台，怎么搞这么多人？月西安安0-8，下次开台时间2月19号早上4点，羊群先准备一下。怎么这么快？就出战报啦，我们还没结束怎么就直接有战报？哇，你们这个组织真的是很完整很庞大，有人负责在前线负责通报，看到已经开网已经刷新了，然后负责通知，在那边响警报，然后在那边甩狼烟让后排知道，然后后排跟上支援输出，然后最后战后还有人去结算战机与结果，谁的 DPS 最高，然后下一次刷新时间是什么时候，王的重生点在哪里，还有战报，干好好笑，好完整的一个组织哦。哇，你们这个是哦，很有经验的G团呢，干超好笑。现在还能订阅吗？可以啊，就是以左上角为准，反正左上角的紫色的部分碰到咖啡色的部分才是今天结算。现在是等一下，怎么350了？哎，怎么比我想象中还要多一点？啊，才350？什么叫才350？我们才开台12分钟啊，就有350个订阅人，不觉得很奇怪吗？看了 YT 就来成功参与了。YT 真的有人看 YT 来的、哦？很多吗？加一，我看一下，有这么多？真假的？怎么可能啊？哇 ，CC 5份 ，Tony 10份，刚刚太阳雨是不是？干不是哎、欸，你们怎么突然刷那么快啊？这个是什么？连续攻击？怎么直接打一个 combo？ 不是才刚喊350，现在又513，到底傻笑 ？combo 伤害飙起来，对没？有些人那个招式比较快，有的后面是法师会在后面咏唱哦，唱比较久一点哦。突然又少一小了，我不知道啊。低等级薪水小，哇，这些是法师是不是啊？为什么唱？哈，所以刚刚前面只是战士在嘲讽而已吗？在做嘲讽而已吗？刚刚只是主坦跟副坦在冲锋，然后做嘲讽而已，然后再让那个后面的咏唱是不是？咏唱需要时间，对呀、啊。还有白舞啊，各位不用一直提醒啦、啊，你们现在该不会还在语音里面吧？以前我们打王的时候都会进那个 YY 语音，主播会成为新潮流吗？我千万不要！又来了一个顶装的法师啊，绿宝，绿宝，绿宝现在是要互相伤害，主播我们半夜见，主播我们半夜见。你知道我这个人最不怕就是跟人家玉石俱焚吗？绿宝，你知道我这人最擅长就是跟人家一换一哦。你知道我们图奇虽然没有到多好用，但是有一个指令叫揪团吗？我们图奇这边有一个指令叫揪团哦，你先冷静一点哦，揪团给绿宝。我们就传给绿宝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我们要绿宝血债血还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我们要看到绿宝血流成河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让绿宝开到暑假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我们这边发动坐标之力要去绿宝那边，好不好啊？增加我们的信心，提振我们的士气，兄弟们，等等跟着我上啊！冲啊！让这些被
壁的外乡人知道我们的厉害。没错，发动地名，等等，跟着我上啊！冲啊！中了吧？这边再不中，真的没办法嘞！真实的时间，嘿嘿，看来今天应该可以拿到一个小时喽！哇，这个时候怎么会有100个订阅啊？夸张了吧？怎么每一个时段都可以有100个订阅的人出现呢、啊？等你很久了，真的假的啦？完蛋啦！现在这时间还有人站哨啊？真假？啊，快升起狼烟呐、啊！群主已发布消息，真假啦？哎、欸，干嘛？现在凌晨4点呐、啊，大家不用睡觉是不是啊？不是，该睡觉的还是要睡觉啦。我们这边这样子一直守着王，很难打啦。这时间谁跟你睡觉？啊，这时间不能睡觉吗？这时间开我实在是没办法不丢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时间开你才有办法不丢吧？这时间干，这已经是最没办法丢的时间嘞、欸。哇，怎么？哇，干 A89 你到底是干啥的、啊？为什么每个时段都躲不了 A89 啊？怎么每个时段都躲不了啊？奇怪，昨天凌晨2点在，今天下午4点也在，然后现在凌晨4点又在，哇，完全躲不了哎、欸！你平常有没有在工作啊？有睡啊，刚睡，真假啦？你们是故意4点起床的、哦？等 CD 哦？你这边躲四皇没过，又躲过七五海，完蛋了！这边躲了三将，躲了四皇，干躲不了七五海哦。哦，主播特地开台念订阅的吗？不是，我是想要来累积时数的啦。干，今天2月19号，然后后台现在是几个小时啊？哦，太夸张了，19个小时啊，19个小时多，不是2月19号，为什么开19个小时多？我实在是没想懂哎、欸，我没看懂。天海帮的狐狸先生5分订阅，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天海帮不是有不是在开台吗？天海帮不是在开台了吗？不是还在开台吗？干嘛？使用同行前往月西台？对啊，刚刚那个万绿干还一个揪团呢、欸，好狠哦、喔！天海帮的卢卢呆5分订阅，哇，谢了啊！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干怎么有？哦怎么会有人揪团来？因为你送了 VV 20定，他才可以早点过来，真假？所以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。早知道刚刚就不送他订阅了，他就可以再混久一点，然后他就不会过来啊！我们现在人变多，该怎么办？你说这样是善的循环，真假？我被送订，我来回送的，不需要好不好？你这是什么善的循环啊？不需要啦。好啦，感谢你啦，下个月记得自己续订就好了啦，不需要再回来送啦，先不用这么善啦。月夕可以试看看5点开，不是我已经4点开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干，这个是谁了？这个人是谁啊？干嘛 ？ABBRO 不是你谁啊？没有嘉玲台可以看，所以路过来看个。哦，谢谢你哦，我下次会记得叫嘉玲先开台，不然我好危险。嘉玲在生病是不是啊？哇，那真的是要保重哎、欸。那先不要开好了。好啦，这波我扛啦，这波我先扛啦。还是我们这边一起嘉玲加油。我们这边要不要打个嘉玲加油？然后我把它截录下来，传给他。不是干这样子又变777，干你娘！嘉玲加油呢？哈，我现在就是要转移你们的注意力啊！要打嘉玲加油，你们现在干你！干你们干嘛？我要退嘉玲加油，你们干嘛 ？ABBRO 怎么又50份？这个是新的50份吗？A89 100份了，干！你说的时间不止没张到，还有可能要破纪录，不可能吧？今天这么冷呢，啊，你们都起床了？哈，这么冷，现在时间这么早，干，神经病是不是啊？哈 ，LEG 50份，干，我快发疯了。怎么这时间又不行啊？普拉达怎么行了？看我妈真的是要被逼疯了、欸！没道理，我回来已经700了。干没道理，我他妈开台才没多久又600多了、啊，干嘛啦？
哦，好离谱哦，真的好离谱哦！主播要放弃了吗？干，这时间又不行，天气太冷了，就给我躺在床上哦！干嘛他妈的在这边送？干，怎么每一个时段都有新四皇出现啊？你们到底是谁啊？主播跟绿宝就是这个世界的天平，绿宝提早关台，或是你多开一分钟，都会导致世界失衡。干，神经病，这些人是谁？你们到底想干嘛啦？普拉达100分，普拉达怎么今天在？哦，怎么躲了这么多天啊？没躲到这个时间，普拉达我是很认真在躲的，你有感受到吧？嗨啾教练5份订阅，谢谢啦。啊，撸宝一封又送了10份，刚刚不是送过了吗？妈，那个按到2次是不是啊？还是烟抽太多，手在抖，按到2次。普劳德斯马。斯马尔特7点就一堆人在等你了，妈的，不要再编网了，干网死掉了，饶了网吧。好啦，各位很开心今天看到大家啦。哦，头好痛哦。到底是为什么这时间不行啊？主播，你听起来很无奈。看我这么努力起来，还没刷到时间，我能不无奈吗？去你妈的！有人一直在给我抽插打卡机。我又开台了，我又关台了，我又开台了，我又关台了，我又开台了，我又关台了。打我啊，笨蛋！自己打你。